各位大德，各位同修，请翻开经本第十四页第一行开始。经文呢，我先念一小段：一知如来世尊和须菩提及大迦奢为阿罗汉心不均平，勤养如来，开禅无遮，度诸一谤，净鼻成黄，须布国门，真严整为仪，速供斋法。上一回讲到了这个阿难尊者啊，他要发了菩萨心，在起时的时候不问呢那个对方是怎么样的这个家庭，怎么样的身份，解释是清净的也好，是无慧的也好，这平等的呢去乞食，这样的话是要成就一切众生无量功德，发的这个心。那么为什么发这个心呢？那么今天刚才念的这一小段，这是他的这个原因。那么就是因为他阿难一致啊，阿难尊者已经知道什么呢？如来世尊和须菩提及大迦奢啊，这个须菩提是过去在起始的时候啊，那么他是这个专门向富有的家庭啊来乞食，就是向富人来乞食的。那么贫穷的人呢，他舍弃不去向他乞食。而这个大迦奢呢，正好跟须菩提相反，大迦奢是专门向贫穷的人乞食，而富有的人呢他就舍弃了。那么这个呢在讲表里面也列出表出来了，这就是在这个维摩诘经里边都提到这个事情。那么当时啊，这个维摩诘经呢，维摩诘居士啊，对于这两位啊，其实啊都加以呵斥。维摩诘是即是呵斥呢，当然释迦牟尼佛啊也是同样的，认为这种乞食法的不会平等的。这个阿难尊者呀，了解这前面这两位佛的大弟子被这个如来这里如来世尊呢，根据祖师的注解呀，两种，一个是维摩居士，一个呢就是释迦牟尼佛。那么就维摩居士来讲，为什么是成为如来呢？维摩居士啊，根据经文里面、经典里面、别种经里面所讲的，他是过去啊，已经证到这个佛果了。那个佛，那尊佛叫做金苏如来啊，金是金银
金银的金子啊，俗呢是沧海这一俗啊，那个俗啊，米谷的米俗啊，金俗如来，他是金俗如来啊，这个视线普这个居士生的，本来是佛的身份。那么在释迦牟尼佛这个到这个世间来成佛的来度化众生的时候啊，他以居士的这个身份呢，来帮助释迦牟尼佛来弘法。那么因此讲到为母居士本来的这个他就是佛，因此啊，须菩提啊，大迦摄这两位被这个维摩居士呵斥呢，也就是等于佛呵斥。那么维摩居士呵斥的话，释迦牟尼佛知道，应可也等于是释迦牟尼佛呵斥，所以这是如来世尊呐、包括两位。那我们再看为什么须菩提、大迦摄这两位啊，那样那个，一个是专门起富有之家的，一个是专门起贫穷的人家，他们各有他们的道理。就这个大迦摄来讲啊，他是这个贫苦的人呢、让他多种一点这个福田，因为什么呢？供养僧啊，供养三宝啊，是种福田的。那么他为了这个希望贫穷人家了，早一点得一点福报，所以他专门选择贫人呢去乞食。须菩提呢，他这个专门向富有的人家去乞食，因为他看到啊，富有的这个世间万法是无常的，要常常保持富有，这是人人都希望能够经常保持，但是应该有他的怎么样保持法，也要继续种福田才可以啊。所以他希望这个富足的人呢，让他继续这个保持富足。同时如果他知道财富多的人呢，如果是不继续来种福田的话，很快就会转变了，富有很快就会变贫穷了。为了这个关系啊，他是向富足之家去乞食。两位这个用心都是很好，成佛的人来讲，就佛的这个眼光来看，这是总之呢是不够普遍的，有所偏的呀。所以这是佛呵斥他们两位啊，是不心里啊没有均平。这个事情呢，阿难尊者呀，早就知道了。尊者既然知道世尊已经呵斥这两位啊，所以他呢
亲杨如来，亲是当镜子家，尊敬的镜子家，杨是杨木，尊敬杨木如来啊，就是这个世尊的啊，开禅无遮，开发开始开示啊，开发禅就是禅明，禅明什么呢？是无遮啊，无遮的意思就是啊，无遮下的，没有这个有个限度的，没有遮下的这种，指的什么呢？指的是慈悲的这个心呢，这种没有遮下的这个慈悲的心呢，是由如来来开示说明，这才学的人才知道无依傍啊。什么叫做依傍呢？那就是专门这个向贫穷人家来乞食的话，那么难免就叫人家怀疑，你为什么多么人家已经很贫穷了，你多么向他来乞食，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是难免有疑惑。那么这个傍呢，又是指的专门向富的人呢来乞食的话，人家也招来毁谤。怎么毁谤呢？你某人他这个专门是攀援这个富家啊，富足的家庭，又招来毁谤。那么杜住毁谤这个杜字啊，那么也可以说是这个当这个杜花匠，使那些这个因为这个起始的不平均呢，发生疑惑的，发生毁谤的，让他们不至于发生，也就等于是度化他们。那么再呢，这个度字也可以，古人这个古代的这个祖师们也注解，就是当这个止住讲，止字讲，止住就是息平息的意思，就不让这个依傍啊发生，所以叫做度住依傍。其实秦阳如来啊，开禅这样的这个没有遮下的这种慈悲心，那么不要有所选择的，因此呢，他就啊，照应前面叫发意圆成一切众生啊无量功德啊，就是他要以平等的来行乞。所谓平等的行乞呢，不管是富有的贫穷的，前面也讲，不论是他的这个清净的还是污秽的，所谓污秽的呀，就是那些像这个屠宰的啦，这个阴这些事业是不好的这个事业的人呢，他也不加以选择，就是平等的去行乞。这样一发心呢，然后就是照这个意思去实施平等心化了啊，其实了。净地城隍徐步国门呢，经过那个城里边，到城里边去嘛，城里就是这个那个城隍是什么呢？皇是这个古时候那个城啊，城有城墙，城墙外边呢有这个护维护的这个城墙的，有护城的那个挖的那个壕沟啊，里边这个有这个
护屯这个沟里面有水呀、啊，那么这就是黄城隍。国门，国门就是护城的这个国啊，门是城门。那么经过这个城隍，然后走一些这个缓缓的，就是步入到这个城门啊，这个国门。嗯，指的就是释罗法尘。他到这个经过释罗法尘的这个城隍，皇呢，是就是维护城的这个护城河啊。按照这个字来讲，黄本来是没有水的，叫做黄。那么实际上呢，那个不管有水没有水呀、啊，到后来都叫做黄了，城隍。那么他经过这个城隍，这个一步一步的入了城，入了城的时候啊，就是严整威仪，肃恭斋法。这个起始的时候，这个我乃尊者呀、啊，就把这个佛家的这个威仪啊，都更严格的呀、啊、整持啊。肃恭斋法呢，斋法就是啊，这个有一定的法则，俗是俗然，很恭敬的。那么一切按照这个斋法来啊，到城里去乞食。这一段啊，就是讲的阿难尊者他为什么要平等的去行乞，乞食。那么在那进城的乞食那种威仪啊。那种这个描写写他的说他的这种这个这种状况，下面呢就是说到他的遭遇到的这个难题了啊。经文是这样的：而是阿难呢，因其十次经历饮食遭大患暑。幻书摩登其女以苏辟迦罗先犯天咒摄入淫席。就是这个阿难尊者呀、啊、到这个见到这个斯洛伐臣其实的这个时候，那么他呢就是因为其实按照次第啊一家一家的去乞食。其实后来经历啊，就是经过了这个饮食啊，饮食这个要知道佛家讲这个戒呀 啊这个杀盗淫呐、啊、这个是一个重要的一个戒的。而且就这个佛那时候这个弟子小乘弟子啊，戒这个众戒第一条就是淫戒啊，所以他这个经过了淫食这个女子啊，就是后面讲的摩登伽女就是淫女，经过这个摩登伽女的这个家门。那么这个遭遇大患暑啊，大患暑啊，就是摩登伽女啊这种的这种患暑。那么摩登伽女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呢？这个讲表里面呢也列出来一个说明的。所谓摩登伽啊，这是梵文的名字，梵文是印度文，翻成中国字的意思啊，就是本性。这个本性啊，
牟增杰原来是他这个母亲的名字，加一个女字呢，就是说这个是牟增杰的一个女儿，就是牟增杰女，牟增杰女啊，那么她以这个这个她的家庭为什么是怎么样是隐士呢？翻成这个在当时印度来讲啊，这个牟增杰是一个这个很是一个下贱的这么一个这一类的这个人家啊。那么他牟增杰女就是因为他的母亲这个名字称呼叫牟增杰女，他自己的名字呢叫做这个布吉迪，这个合起来的，经过他这个门前呢，为什么遭遇这个大的患俗呢？与根据这个古代祖师注解的，祖师也根据经文里面讲的啊，那么他这个牟增杰女啊，在过去500世以前呢，曾经是阿难尊者，他跟阿难尊者原来是一对夫妇的啊，就有这个因缘，所以在现在这个释迦牟尼佛这个时候啊，阿难尊者是释迦牟尼佛的堂弟弟，同时也是释迦牟尼佛的一个弟子。那么牟增杰女也生在这个时候。那么阿难尊者一方面是佛的堂弟，又是这个大弟子，佛的大弟子啊，而且呀，他也虽然还没有到欧罗汉这个地位呀，他已经证了出果啊。以阿难尊者身相啊非常好，在那些弟子当中啊，阿难尊者的外表长得那是非常的这个是标准的了。因此有这些个因缘，一见到阿难尊者呀，就引发他过去的那个那种夫妇的那种这个因缘，再加上他是现在是一个是个淫女啊，所以对发对这个阿难尊者就发生一种爱慕的这一个心理，爱慕的心理。这个阿难尊者是一个出家人，那得怎么办呢？所以他就要求他的母亲，他的母亲就是牟增杰啊，他的母亲是懂得那个幻术，大幻术啊，这个叫做是什么呢？这个苏皮迦卢仙梵天咒，苏皮迦卢啊，指的是当时是个外道，是个外道啊，翻成中国字的意思叫做黄发，头发是黄色的，也叫做这金头啊，黄的就像金黄色那样的。外道是外道，也是修苦行的这个苦行外道。那么他的咒啊，所修的这个咒啊，叫做这个仙梵天咒。所谓仙梵天咒是什么呢？是他自己呀、那么样的称呼，是不是仙梵天咒啊？那是根据这个祖师的注解啊，不见得可靠。中国的那些
那些这个过去那些道家了学的他什么他这个法是根据什么天尊来的啦啊，那只是他自己说说而已，是不是从天上来呢大有问题的。这个这种这个仙梵天舟啊，虽然他自己是传授下来跟那个金头外道啊，这个木登谦女士，木登谦是根据那个金头外道学来的，学来这个舟呢，那么很能迷惑人的，人家深智啊不清楚啊，受那个人呢、啊、受别人的指挥引导他到哪里去他就到哪里去，有这种的这个魔术的这个方法。对呀，遭遇到这样的这个大幻术啊，所以他这个摩登仙女啊就要求这个他的母亲啊懂得这个幻术，懂得这个他从他的这个他的师父那个外道学来的这个咒，因为女儿要求嘛，要求希望得到阿难尊者跟他成为夫妻嘛，那么因此啊他的母亲呢木登谦就答应了，因此就用这个咒啊加持，用这个咒念了之后用那个毛巾呢、啊放在，因为阿难是来乞食嘛，放在饭上面，用这个咒语夹在毛巾上面呢，敷在这个盖在饭上面，送给阿难尊者。阿难尊者一接受了这个所这个给他的饭呢，加上这个咒语啊，因此就被他摄入淫席呀、把他这个引导到这个淫室去了。这个淫室就是摩登仙女的这个房间里去，就是到这个很危险的这个情况出现了。迎供父母将会解体呀、迎供是指的摩登仙女，她呢以她的这个身体呀、以她的手啊来抚摸阿难尊者，这个是将会解体，将会要注意是将会，还没有回得了。那么这个什么是解体呢？这个讲表里面列出来了，这个戒呀、首先我们可以看这个戒是佛家为什么要叫人家受戒呢？叫学佛的人受戒呢？清凉啊！我们凡夫众生在六道里边呢。来回生死啊，这个是不能停止的，生了死，死了生，始终出不了这个三界。所以佛经有讲啊，三界无岸，犹如虎穴啊。不但人家，就是天上二十八尊天。都是像这个一栋大房子起了火的那个火警发生一样的，燃烧着那么样，六道里边就是这样的，像这个发生火警的一个大的这个公寓是一样的。那么这个受了戒呀，受戒就是要为的是要入定啊。入了定的话就有智慧，然后才能出三界呀、所以戒呢就把戒的什么呢，一切罪恶的事情不能做，
相反的一切这个善业要去做，这样的话就是一种清凉。我们任何一个众生啊，要是止恶行善，这个心里啊始终是平安自在的。虽然现在还在三界之内啊，心里已经得到清凉了，所以戒叫做清凉。戒的这个意思，另外就这个戒的这个项目来讲啊，戒有四位，四位也是四个项目，四科的意思。四科哪是四科呢？就是啊，戒法戒律在这个第二位。那么这个戒体是怎么样的呢？受戒，无论是这个居士受的在家戒啊，或者是这个尤其是出家的受的这个出家这些大戒啊，那么有五戒啊，或是这个十戒、具足戒，出家的有这个比丘啊、比丘尼都有具足戒，就受完全的这个戒条了。受戒的时候啊，他有一定的这个仪式的，所谓有三十七正啊，那么隆重，一位一位的有那个戒牧师，在这个经过这个一层一层的这个来教导、来考那个问讯、讯问之后。那么经过那个仪式完成啊，得了这个戒体了。那么戒体怎么得的呢？得了戒体又怎么样的这个情况呢？这个我们一般说是他受了戒了，受戒与得戒没得戒，这个如果说没有得戒，随时受戒，那个不算呢。真正是受戒要得了戒，得了这个戒体，那才是真正受了就受了戒了。得了戒体，经过这个戒牧师教导以及那个仪式完成之后啊，他这个受戒的人呢，他心里就一种特殊的一种感应。感应的话，然后那种这个戒法戒体可以充满他的这个全部的这个身心，算是得到那个戒体了。得了这个戒体之后呢，那这个可以说是在这个表里面讲的，你说他是什么这个状况，说不出来，他是拿不出来。这个叫无表色，在这个讲这个色法来讲，他是属于一个色法，色法还是有一个东西啊，你没有一个东西，你感没有那种感受啊，你有了感受，就好像有一种力量啊，那我们好懂的吧，有种能力，有种力量在心里啊，接收到得到的这种能力呢，在心里一下就是好像一种很感动的那种力量。这种力量的话，你说它是心理的呢，还是物质的呢？法叫物质，叫色法啊，它是属于色法，属于色法，但是我们看不见的，这个叫做无表色，没有表现的，没有一种行为，没有一种状况能够表现出来的，叫做无表色。无表色的话，你说是纯粹的心法也不是，
纯粹的色法也不是，就是非色非心，是这么一种情况，那么他这种情况是经过揭摩之后啊发生的，有了这种这个戒体啊，它就有防止的功能，防止什么呢？防范那个犯罪的啊，罪一切是恶业的事情呢，一种恶业啊就不会啊犯了，事先呢就能够得到这个防止了。那么因此由这个防止啊，这种戒体啊得了之后，一得了之后永久不会失的，那么因此永久就在这个受戒的人呢、得了这个戒体的人呢、在他的身体之内啊相续的一直在那里相续下去，不会受到这个那些外在的恶那些罪恶的事情呢来诱导啊，来影响，所以能够防护他的这个不会造恶业的，不会犯戒的，它有这么一个作用，这就是戒体。这个戒体既然得了之后啊，那么也看这个持戒的人他的功夫如何，再说他的这个对于修持的这个用功用的是不是有间断，还是一直在那里修持，他的功夫到了什么程度，那么这个都有关系。功夫好，实际上这个戒体啊不会破的。就拿出家戒来讲，出家戒他这个比丘尼的话，250条大戒呀、那第一个就是淫戒呀、这是最重要的一个境界。只要这个戒一犯的话，那个戒体就毁了。我呢在这个时候将毁戒体还没有毁呀、为什么没有毁呢？他凭什么不会这个毁的？根据这个有一部经呢叫做摩腾伽女啊，摩腾伽经，就是专门叫摩腾伽女的这一本经。那么在那部经里面讲到，我呢在这个时候啊，虽然这个身体是不由自主了，是背了那个那种咒语，也中了个咒语的那种邪气啊，他身体是受摩腾伽女的指挥，他就不能自己不能做主了，但是心里是明白的，心里明白，这个时候就想，我现在遭遇这样这个大难的时候啊，戒体要毁的时候啊，难道这个我的老师这个如来就指的释迦牟尼佛啊，他不来救我吗？心里这么一动，后来就是，所以下边呢如来之比呀、释迦牟尼佛，只要这个阿难心里这么一动念呢，那么释迦牟尼佛就知道了。所以这个为什么阿难尊者他虽然遭遇这个咒语这样给他这个到了这种情况啊，他心里还能明白，以至于没有破戒，没有毁戒体呢？那么这个时候他已经呢，实际上阿难尊者早就是过去已经是正果，跟那个大阿罗汉是一样的了啊。那么现在所这个表现出来的呀，它是一个初果，小乘证的初果，
朕出国是断了贱货的人，断了贱货，朕出国呢，他的这个借体呀、啊，啊，他是叫做这个借由这个道公借。什么叫道公借呀、啊？借由丁公借，有道公借呀、啊。丁公借是什么呢？丁公借就是修持的人，他守这个戒，他一方面这个修的定功，修到什么程度呢？修到这个四禅天的这个禅定的那种定功啊。那么在定中的时候，自自然然的是这个戒能守得住，不会犯戒的，这叫定功戒。那么这个定功戒要知道啊，虽然在这个入定的时候啊不会犯戒呀、啊，但是这个定是禅天的呀，色界的四禅天呢，它还是有漏的呀，所以这个戒啊，定功戒这个戒还是有漏的，不究竟。那么这个道功戒呢，是阿难尊的，他这是证了出果了，证了出国，这个他这个道啊，跟这个智慧无漏的智慧啊，能够完全相合了。也就是他这个这种功夫跟这个无漏的智慧能够共在一起，叫做道功戒。这个道功戒呀、啊，已经是这个戒已经到这个时候叫做无漏的这个戒体。所以由于这个无漏的戒体啊，得了这个道功戒的时候啊，他身体虽然是不由自主啊，恍恍惚惚的，心里还是那么明白，心里还是不动念的，不动这个尽管这个摩登仙女那样啊因功附体，他心里还是不动，这是由于他道功戒在那里发生的这个作用。那么阿难尊者他表现出来，正因这个度这个中了这个摩登伽女这个因书啊，这个邪术这个一段呢，这个就讲过去了。下面呢就开始释迦牟尼佛就来这个救这个阿难尊者了。那么经文是这样的：如来之彼因数所假斋地玄归呀、啊，王即大臣长者居士俱来随佛愿闻法要。第一句要如来之彼呀、啊。如来直接释迦牟尼佛，知彼，怎么叫知彼？阿难心里动一动，只要动个念头，佛在远处啊早就知道了。他为什么早就知道呢？佛是这个完全是这个真如本性，完全是开发出来了，这个起了念头，任何一个念头都是从本心里面出来的，那么即使从本心里出来，本心是无处而不在啊，不但是在当时那个色怒发尘，就是再远的地方，十方世界任何众生的心里，佛无所不知的。所以啊，他这个时候啊，如来啊，释迦牟尼佛知道彼啊，这个彼指的就是阿难呢，啊，知道阿难，知道阿难什么呢？因数所加了，他是被那个邪魔外道的那个邪咒子啊，加到他身上，那种咒术。那么这样的时候啊，这个快要回界体了，赶快释迦牟尼佛啊斋彼玄归呀、啊、前面讲
那是你不是你王来请释迦牟尼佛来应供嘛，啊，那就正好那个时候是接下三个月之后解一下的时候啊，那个自治啊，佛跟弟子们都是自治日，所以波斯涅王正好选择那一天呢，超度他的先人呢，来特别选的这一天呢，来供养佛以及佛弟子们。那么就是斋呀、啊，佛跟弟子们这个时候斋毕了。就是应供吃完了以后啊，吃饭吃完以后玄龟，玄龟就是一斋一逼了，马上就回来，回到他的这个道场里边来。这个斋毕玄龟啊，那么这个按照一般的这个正常的这个情况来讲，佛无论在哪里呀、啊，这个受这个受人家这个供养的时候啊，啊，在斋毕了以后啊，通常的都是为这个这些施主啊来说佛法。那么他这里呢，斋毕玄龟啊，没有说法，就是这是有特殊的情况啊，才是这样啊，没有特殊情况一定要说法的。那么他这个是斋毕玄龟啊，必然有一种这个特殊的情形了，所以下边讲呢，王即大臣，王就指那个波斯尼王。还以及他的朝廷里面一些大臣子，另外呢还有长者居士，这个时候啊俱来随佛啊，一同的都来了，跟着佛来到这个佛的这个道场里边来，来什么呢？愿闻法要啊，咱们这个一定知道佛回到道场里面来，一定有这个有重要的这个开示，所以法要这个是大法说的这个重大的这个法，最重要的这个就是这部经书讲的呀，叫人家开这个大的智慧，入的这个大定开会呀、啊，要闻到这样的法要。那么下面就一段呢，就讲释迦牟尼佛到这个回来之后啊，那么就是放光，然后啊说了这个神咒去救阿难尊者，于是世尊顶放白宝五味光明，光中出生千叶宝莲，由佛化身结跏趺坐，宣说神咒。于是就是释迦牟尼佛在回来的这个时候，他呢从这个顶上啊放出了白宝无量无味的光明啊。为什么从顶上啊？这个顶是指的这个佛三十二相当中的一个无，这个肉髻顶上一个肉髻啊，那叫无间顶相啊。从那个顶上发出这个白宝无畏的那种光明，为什么白宝无畏的光明呢？因为这种咒啊，要用这个光明，一见光明，这个再怎么样的咒就把它破除掉了，所以折服能以折服啊一切的这个邪恶的事情。那么首先从这个头顶上啊放出这个无畏的光明，这个光明之中啊
又畜生了千叶宝莲呢，啊，出这发出那么多的这个莲啊，宝千叶的那么多的这个宝莲莲花出来的，嗯，这个不算。另外，这个上面是讲放光的，光中又有这个宝莲花。那么然后呢，又有佛化身，就是化身佛。这个化身佛啊，是结跏趺坐啊，结跏趺坐就一般打坐啊，啊，那个前面都已经跟各位介绍过了。那么这个化身佛打坐坐在那里啊，悬说这个神咒，所以这个所说的神咒啊，可以说是。那个这个密中之谜的咒本来就是密语嘛，神咒再加上那个神咒就是啊，那就是超过一般的咒语之上，所以祖师注解就是密中之谜啊，那种咒，那就先说这种神咒。那么这种可以知道，他这个化身佛是从佛顶上那个化身出来的。那么这个再由化身佛说出这个神咒，说了之后呢，下边就说了这个神咒叫谁带去啊？下面这个经文就说：赤文殊师利将咒往呼啊。恶咒消灭，提将额难及摩登伽归来佛所。此是敕令，就是命令呢，文殊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将咒往呼啊，就把这个咒啊，化身佛所说的这个神咒啊，带去。带到哪里去呢？带到阿难尊者陷入这个摩登伽女那个饮食里边，就带到那里去。一带到那里去啊，恶咒就是消灭了。哪个的那种幻术，那还经得起这个神咒吗？所以神咒一去的话，恶咒就是消灭的。恶咒消灭之后，这个时候啊。文殊师利菩萨就是啊，这个照着佛所指示的提讲额难及摩登伽。所谓提讲什么呢？提是提携提携啊，把这额难尊者是带回来。为什么要他带回来呢？额难尊者这个时候心里虽然是明白啊，他身体被那个邪术啊咒语跟他这个夹在身上，精神他还没有恢复，所以需要文殊菩萨把他带回来。讲呢是讲劝呢，这个摩登伽女啊也要把他劝到他来，这个。因为这个时候摩登伽女啊，她那个幻术那个咒子被破了以后啊，那么这个然后就放这个阿难尊者回来，他能够肯放阿难尊者回来的话，那么这个证明他也还可以值得把他再转变过来，还可以教化的。所以也把他劝他一起过来，来接受佛的教化。文殊菩萨带归来佛祖到释迦牟尼佛这个地方。那么这里要注意的什么呢？为什么佛的大弟子那么多，他特别叫文殊师利菩萨，将咒往呼呢？因为这个这部经啊，那个是
教人家开这大智慧的。那么这个文殊菩萨在菩萨众之中啊，是智慧第一。也可以说这部经啊，叫那后来啊，对于那些邪魔外道种种的那些幻术啊，多得很。所以文殊菩萨啊，开始叫他啊，佛叫他去带个咒子去救护，以这个做这个啊发起。那么这个说到这一点，这个序分呢，就完全到这里就讲过了。那么序分当中有这个正信序，有发起序。这里呢，就是阿难尊者啊，示现这种度到这个摩登天女这个因事里边呢，这个以这个做发起。那么为什么以这个做发起呢？古代祖师啊，有一段呢、啊，那么非常值得我们注意的这一段话，我们要看一看。这部经啊，是最圆最顿的一个法门，那个是这个度专门讲的是开发如来藏的，开发真心的。那么讲这个定是这个如来这个楞严大定，那是非常了不起的。但是一开头发起的，为什么要用这个阿难尊者示度这个淫师，那么这桩事情来做发起呢？寒山大师就说了，寒山大师就说啊，众生所以这个迷惑颠倒，在六道里面生死不断轮回，这个不能出来，不能出三界。最重要的生死根本呢，就是隐喻啊。隐形不断的话，生死没有能了的这个道理啊，不会了的。所以这个讲这个入大定，开这个大智慧，以至于成佛，这个下手的功夫，就要把这个阴心要断除掉。不断除这个阴心呢，这个经文里面后面有讲，阴心不断就等于是你想成佛了，就等于要把这个沙子石头啊煮成米饭一样的，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在这个经里讲这个大定之前呢，就用这个事情来做发起。所以一切法门要首先了生死，然后成佛，这个不断是绝对不行的。但是要知道，断这个烦恼，因就是烦恼啊，把这个烦恼这个迷惑颠倒要断呢，不是一生就能办到的。祖师那些大祖师，他都不是这一生学的了，学了多生多劫的，他才有这个功夫啊。你想虚云老和尚，哪他是这一生学的啊？那个六祖这个那个慧能大师，他是这一生学的吗？多生多劫学来的。那我们现在要了生死，非断这个不可。并不是说我不结婚就是断了，没有，不是那样的。断就那个阴性种子，连那个种子都断掉啊。种子断掉的话，毕竟任何外境怎么样的这个怎么样境，他就是他心里都不动的，那才种子断了。断种子谈何容易啊！因此我们所学的是这个念佛法门。释迦牟尼佛把这一切法门都讲，这个普通法门都讲了，要想这个众生当生就能成就啊，那只有发愿往生极乐世界，修这个特别法门。到了极乐世界，这个还是要断的，
还是跟普通法门那个方断这个烦恼还是一样的。不过到那个一到那个之后啊，那环境好，马上就能断，好处就在这里。啊，我们下次就开始讲正宗分了。